也在麦当劳打工。最近我们那里来了个老外 ，Michael， 他中文都说不利索，都给我抢 order 去了。在一个寒冷的宁静的夜晚，几个朋友想约去街上玩，他们都感觉饿了，不远处就有一家麦当劳店，一个朋友建议去那里吃东西。我有点饿了，你们饿吗？嗯，我也感觉饿。我也饿了。我也饿了，我们找一家去吃饭吧。我们去哪儿吃饭？咱们就去不远的麦当劳吧，听说他们有个自助套餐。不好，我上次吃麦当劳，我订了一份薯条，他们给我一个大油条。先被影响，下一家吃饭计划。大家好，我是麦当劳的老板。过年了，我们的店里推出了新年套餐，欢迎大家来点餐。朋友们很快就到了麦当劳，闻到了炸薯条和汉堡包的香味儿。朋友们找了一张桌子，他们坐下互相问要点点什么东西吃。我们点点什么吃？他们有新年套餐，谁要点？套餐里有什么？套餐里有很多东西，听起来很不错哦。那我们就来午饭套餐吧。你好 ，Hello。你好，我可以有五个。I should take this order. You work over that for me. 没见到钱是因为你，Refine, just the text.
套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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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套